距离。今天星期几，写进了日记，一点点靠近，心情就变得很happy。 Oh my D， 每一天都是惊喜，想着你就是我生活的主题，你别介意我的爱一览无遗。 Hey boy， 我正在喜欢你， LIKE 就是立刻的含义，现在起出发心电感应，出其不意，同一班电梯，要多少的运气。